莫名其妙。看我们提示哦，注意哦，来喽 ，Go！ 烦了烦了，哦，这太难了，哎呦，汗衫。好，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陈能有一位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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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样你就有答案，大概有了。虽然这个人跟男主角不太像，对不起，任何的 talking 都必须是老师瓜牛与黄鹂鸟。今天我答案在脑海里，这个人出现在这里，他的动作是在模仿 MV。答案我来说给大家听，这很棒，跟你不要乱说，讲了那么多也没讲到主题。你的答案是太笼统呀，想要这音乐来帮助你。现在现在我来告诉你，这个歌手他叫吴克群。你现在问我这首歌你歌名，这首歌你歌名叫做没关系。我要说声谢谢你。好的，二比一，二比一，二比一，答对，对对对，这个难度太高了吧？我还要唱，还要押韵，第三个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啦，可以拉回去了。会着凉了，王总。人家客群为了 MV 哦，把那个整个 muscle， 他练到这个比例各方面，我把它练成一块。王总，王总真行啊，你那个，你今天既然就已经全裸出来，好吧，能不能为我们表演一首那个乐队老师呢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来，请跳舞。有现场有烟管跟烟吗？心血管疾病的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欢迎重看，欢迎重看，不要看了，神经病嘛，那我按呢？哎，谁敢再按呐？来来，一起来看看，郑杰。看完商演的山猪，赶快来看吴克群养眼的霸气吧！招牌的手枪动作，一翔诠释的相当好呢。最后就是吴克群身上穿的黑色吊嘎喽。没关系。对啊对啊，他这一首在香港也有发行，有吗？哎，对，但香港他歌名是不一样，是啊，叫做什么嘞？台湾是没关系，香港是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对。大家好啊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没关系》。那这个应该是你的歌吧？是你唱的吧？对啊，你是你的主题曲。没关系了。到2015年才全部没关系。哎呦，恭喜恭喜！再来就习惯了，是是是，关系打久了就习惯了。好好准备了，一笔出题。第一关，这一题很重要哦。黑色手套 ，Michael 的歌吗？不是啊。接下来要看《飞越黄河》第二题喽。骑摩托车，双截棍，天无一丁，该该不是我？我不会骑摩托车啊！黑色手套。接下来看第三题。不敢出去。谁呀？天哪！不是。好，八。好，八了，八了，八了。有。不能停哦，不能停哦，不能再轻点，轻点，不能停哦。现在就落零钱喽。好，这个好像是那个，好好想一下，去给老师，去给老师想一下，还是我们先把喇叭修好？是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能再想，不能再想了。好，歌名罗志祥，歌手，对，好，一枝独秀，哦，一枝一枝独秀，他有拿日光，一枝独秀手套嘛，好，
所以手套日光灯管可是长得不像哎。哦，哎呀，吴克群刚刚也不像啊。好 ，OK， 那么能不能用那个罗志祥的舞蹈动作，然后被抓？加油！开始！来来来来，过他了，过来，我会电我抓，快点电我电被抓，咱们组装准备好，谢谢来我这么抓。玩各种抓，把亲戚夹个蛋，不敢回，爸爸咱俩别两个闯来吃。对的，进去进去。英文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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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文版。把那皮毛洗的换的，快了快了，那个，去那个，快了，别搞那个，皮毛被他带我天不太远，赶快我把那换的，那个，再换换的，换的那个，是大神。那鼓励一下，所以是一独秀罗志祥，哦，一枝独秀的，风雷雷，答对啦！看一下正解 MV， 手套与工业风装饰的灯管，这些线索不容易看出呢。最重要的就是这支独门舞步啦，厉害！喂，现在2-2哦，哎呦，平手了，好，来来，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，这里非常难哦。很危险啊，你很冒险，尼克来，尼克来，尼克来，派一位，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有关的啦。那我让你球 ，OK， 一起打嘛，好不好？篮球，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默契有到这样的话，我们真的就是一对了。好，不可能，一三一双，我刚才乱想的，一颗一颗篮球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没那么简单。篮球，用篮球做主题的 MV 多如牛毛，怎么可能？如过江之鲫，是是不是、啊？你要刚刚挑中，而且用可是用篮球做主题的 MV 有中的真的很少，对，而且这个大中有红的是真的很少，错，而且是少到那个人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在讲这首歌。还有一首歌叫《斗牛》，你有听过吗？斗牛要不要？那这我们有听过啊？那这 MV 我是那个导演呢？啊，导演，这妈面对我。不抓你，不抓你，我不抓你，但一切可就别难过。是你这方面对我不抓你，不抓你，我不抓你，一切可就别难过。台词都不记得。好，什么歌？这一首歌是已经过去式的团体，哦，已经过世的，过世的团体，不再复合的团体，不会再复合的团体，所以也是等于是过气的团体，已经等于是过气的团体。关注唱错歌，惹怒宪哥啦！还是一双球鞋，车站，哎，您好。没有出声音，我是不认同。对。